欢迎大家出席香港辩论超级联赛第二轮嘅网赛。今日嘅辩题系香港应引入转蛋法，对赛双方为正方汇资中学以及反方保良局八周年李少忠纪念中学。而家介绍双方辩员，正方主辩苏义德同学，第一副辩关乐瑶同学。第二副辩曾希文同学，结辩唔好意思，正方主辩陈以晴同学，第一副辩陈雅晴同学，第二副辩陈卓莹同学，结辩许子乔同学，反方主辩沈芳莹同学，第一副辩郑思桓同学，第二副辩更正读行郑思恒，唔、哦、好意思唔好意思，系郑思恒同学，唔好意思啊。第二副辩方淑瑶同学，结辩戴俊哲同学。而我哋都好高兴邀请到三位评判为今场赛事评分，佢哋分别系天主教觉德圣中学中文辩论队教练文翠彤小姐，基督教圣约教会坚乐中学辩论队老师彭伟兴老师，以及保禄六世书院中文辩论队负责老师侯耀雄老师。本场比赛分主辩、台上发问、一副、二副、台下发问、结辩，一共六个环节。发言时间为四三三四，每次发言时间结束前30秒会有一叮嘅提示，而我就会用人声去叮。够钟咧就会有两叮嘅提示，而超时15秒就会有三叮嘅提示，将会扣分。而明白到咧网络可能会有延迟，甚至听唔清楚钟声嘅情况咧，所以每一次叮嘅时候，我亦都会用手势一。二咁样去提示嘅，所以辩员咧系有责任去留意翻个荧幕，亦都唔应该尝试用尽15秒嘅缓冲时间。而详细赛规咧已经发布俾各个参赛学校，请问双方有冇问题？系，如果冇嘅话，而家先请正方主辩发言，你有4分钟嘅发言时间，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可以。叮。主席、评判、在座各位，早晨。今日嘅辩题系香港应引入转蛋法，转蛋嘅行为由来已久，几十年前啦，喺商铺外就已经有一部部嘅转蛋机，只要顾客投入硬币，就会得到收藏喺半透明塑胶蛋入面嘅玩具，而你甚至就可以从转蛋机透明嘅外侧观察到入面嘅玩具系咪真系你想抽到嘅嗰一个系列。近几年来了，就有人将转蛋的行为引入手机，甚至是主机游戏。如果你想要在游戏上面得到比较好的装备，就例如宝物和角色这样，你就需要付钱购买抽奖的机会，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火金，然后就透过抽奖了，希望抽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对于这种抽奖，有些国家就例如日本这样，是有法例作出涵盖和规管的，而有些地区就好像台湾这样，亦都讨论紧是否要引入，并且就将呢啲法例称为转蛋法。今日辩题嘅关键就系在于香港应唔应该参考外国类似嘅法律条文，又或者精神，用立法嘅形式加入香港嘅法律里面。我哋建议第一，政府应该立法，只要系香港营运嘅手机又或者主机游戏，厂商都必须公布每一件宝物嘅抽奖机率。第二啦，禁止年纪太低嘅儿童玩呢啲游戏。第三。这个游戏如果是在香港营运，是需要特别向政府登记。我方之所以支持今天的辩题，原因有二。第一，保障不同种类的消费者。这些透过抽蛋赚钱的游戏市场规模十分之庞大，好像日本的龙族拼图那样，一年的利润是可以达到15亿美元的。但是这些抽蛋的机制透明度比起我方一开始提到的抽蛋机是更加之低。你玩抽蛋机都仲可以睇到入面你想抽到嘅玩具，但手机游戏嘅抽蛋率，佢唔讲，你根本就无从得知。而且就算佢肯公布啦，亦未必系准确。就例如台湾嘅厂商游戏骨子咁样啦，就代理咗韩国嘅手机游戏天堂 M 后，声称抽到某件宝物嘅机率系10%，但旧年8月啦，游戏嘅实况主丁特就花上咗大量嘅金钱去抽奖，就发现啦，实际嘅机率。就只有2.3%啊，同聲稱所謂嘅10%差好遠。但就因為台灣無轉蛋法，丁特根本就投訴無門，而且遊戲骨子仲調翻轉反告丁特誹謗。呢個例子就可以睇到啦，無轉蛋法之下，第一
消费者容易陷入资讯不对称的劣势，机率是几高不知道，中间会不会变又不知道，没有法例确保透明度，根本就保障不到他们。第二，由于缺乏法律监管，即使明知受骗都只可以诉诸于道德责难，而游戏厂商就可以透过财力以民间诉讼令受害者收声。请问有方同学，这些情况又是不是不需要处理呢？我方支持辩题的第二个理由就是填补法律的真空，防止未来的法律争议。这样除了保障游戏的玩家，也是保障游戏厂商。其实游戏入面的抽蛋行为到底是买卖行为还是赌博行为，连香港政府都给不到答案。照计是香港任何公开给市民参加的抽奖行为都需要领取有奖娱乐游戏牌照，又或者赌博条例下的其他牌照。但就有人在抽蛋的时候咨询过了，但是民政事务局和民政事务总署他们的答复都只是说就情况而定，而不是说需不需要牌照，无法正面回答。可见现在抽蛋游戏就仍然处于灰色地带，如果有一天才突然说有问题，对所有的持份者都不是好事。进入转蛋法令厂商向政府注册，接受监管之余亦得到合法的地位，才是保障各方的最好办法。因此今天的辩题理应成立，多谢。正方主辩发言时间为3分59秒，无超时，无需扣分。接着是反方主辩，你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听不听到？主席听得清楚。好。丁。主席、评判在座各位大家好。在今天开始讨论之前，我方先要纠正今天有方所犯的资料出错问题。有方讲的日本的转蛋法其实并不是转蛋法，而是被称为警品表示法。其实好了，今天我们听完有方4分钟的开辩，其实不难发现今天有方同学讲的最关键问题就是只是讲了想解决转蛋的问题，但完全没有讲出立例的必要性。有方同学就跟我们说政府给不到一个好好的答案我们，但其实我们可以见到前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曾经在2021年6月和10月两度清楚地指出，虚拟抽奖是会构成博彩，而网上的博彩行为都会受到赌博条例第148章的规管，而海关在接到投诉之后亦都会因应个案的情况立案调查，甚至作出检控，而消委会都会透过较温和的调停手法去处理事件。有方同学跟我们讲话，其实现在香港的玩家是没有申诉的渠道，但其实根本一直都是有，只是有方同学没有擘大只眼去看。既然现行都有这些措施，那立法还有什么必要呢？其实我方都很明白有方是很想解决问题，但有方同学将立法想得太过简单轻巧。事实上立法是一件很严肃认真的事情。律政司的法律草拟科都讲过，草拟法律最基本的一步就是要找出实施的方法，而转蛋法又是否符合律政司的要求呢？有方根本就没有考虑过，其实香港要立转蛋法动在前面有三座大山。首先有方有一样不明，有一座大山叫跨境执法，因为香港基本上是没有游戏开发商，都是代理公司或者是跨境直接的营运，这样会有什么问题呢？问题就是没有源代码，即是游戏里面最真实和初始的数值。如果我们要查证机率就需要源代码，但源代码的游戏的发行商才会有，所以香港的游戏代理商大部分都是没有源代码。换句话说，有方今天在100%跨境执法的情况下要支持立法，首先要解释怎样才能够做到跨境执法。第二，有方不明白的是搜证举证的大山。搜证困难的关键是世界上没有一个第三方的举证机构，而这个问题就正正是台湾在商讨转蛋法的时候经济工业局举步维艰的原因。我们根本就没办法分析这些游戏商或者玩家所声称的机率是真定假，而有方同学你会有在哪里找出一个不存在的第三方举证机构来公平地审核这些机率的真确性呢？第三座有方不明白的就是充分定义的大山。如果一条法例是有效，那它一定会清楚列明怎样叫犯法，怎样叫无犯法，但怎样才叫公布的几率不合理呢？当中绝对需要定义，不同人对公平都有不同看法。我课金100次得2次中奖，我自然就觉得不公平，但隔离那个中了20次，那他又不会觉得不公平的，何况1800种游戏就会有1800种的转蛋方式，究竟条法律要怎样写才能够清楚列明和规管而不会那么多争议呢？
轉彈法可以話係原意的確好可惜做唔到，因為要使用到法律嘅時候所牽涉到嘅社會成本同埋對社會有深遠嘅影響。法律永遠都係最後嘅手段。有方同學喺輕率咁提出立法之前，係咪真係覺得今日係冇其他選擇，窮途末路啦，而一定要行到立法呢一步呢？其實我哋見到海關消委會都有受理玩家投訴嘅個案，更何況各大嘅遊戲平台，例如微軟、任天堂、索尼等等，都要求遊戲必須披露機率。如果可以靠而家呢啲嘅市場機制，係咪會比輕率咁樣就話立法更為妥當呢？有方同學。其实我方并不是完全否认转蛋法的原意是好，但要证明它是可行，有方同学又一定要提出切实可行的先例，并合理解释到挡在前面的执法、搜证、定义三座大山并不是不可能被解决，辩题才有机会成立。多谢大家。反方主辩发言时间为3分47秒，无超时，无需扣分。接着是台上发问环节，先由正方自由派出台上一位辩员向反方主辩提问，发问时间为1分钟，之后反方主辩会有1分钟的准备时间，然后就有1分钟的回答时间。限时到达前15秒会有1丁的提示，而时间够就会有2丁的提示。之后就会轮到反方自由派出台上辩员发问，由正方主辩去回答。亦都请评判留意填写分数的次序，反方分子第一格依发言次序是回答分数，第二格才是发问的分数。现在有请正方先自由派出一位台上辩员发问，有1分钟的发问时间，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可以。叮。大家好，现在香港的情况，转单游戏的厂商喜欢公布抑或不公布他们的中奖机率都没问题，令消费者处于一个资讯不对称的状况底下，因此就想问问有方同学了，姑且勿论消费者有没得选，但政府本身应不应该容许厂商和消费者之间资讯不对称的情况存在呢？如果容许，那政府还讲什么保障消费者呢？请有方同学正面回答，多谢。现在进入1分钟的准备时间。准备时间结束，现在请反方主辩回答，你有1分钟的回答时间，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听唔听到啊？请问系主席听得清楚？好，可以。叮。有方同学，我们就当然是不容许这个资讯不对等的情况出现了，但是有方同学，你有没有考虑到就算立了这条转蛋法，其实根本就解决不到任何的问题，因为现时的厂商有99%都不是在香港的本地那里，而是在外国的，而我们又要怎样去补，我们又要怎样去解决我们我方所提出的三座大山，要怎样解決跨境執法、舉證和定義等等的問題呢？根本立法是解決不了，和解決不了就怎樣來保障這些玩家的權益呢？接著輪到反方發問，請自由派出一位台上辯員進行發問，你有1分鐘的發問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試咪，請問聽得清楚？主席聽得清楚。可以。
在座各位大家好，今天有方学就主辩就讲到引用日本的景品表示法。首先搞清楚，日本景品表示法并不是转蛋法，它原本设定出来是因为牛肉罐头里面是得马肉和鲸鱼肉，所以这个有方搞清楚资料先。而更何况就算用日本景品法，我们看到原来日本曾经有单案例想用景品法调查一个叫做九百格斗天王的游戏，但发现原来它的游戏根本在日本都没有设立公司，而是直接由北京去跨国营运，结果最后结果是怎样，就是没办法调查，更没办法控告。书想问有方，你都说懂参考外国例子，那的话现在的跨境执法问题的确存在，有方怎样解决，若然解决不到这条法例立例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多谢各位。现在进入一分钟的准备时间。准备时间结束，现在请正方主辩回答，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可以。丁，首先我多谢有方同学的提问，刚才有方同学就说其实转单法就不是叫转单法，而是叫景品表示法，但我想就问问有方同学，其实到底有哪一个国家是直接整一条叫转单法的法例呢？转单其实就是台湾争取立法的过程中将一些条文简称转单法，香港只不过是拎了那个词语来用的。其实有方同学今天的意义就是讨论法例叫什么名字，如果你只要可以规管到那些法例的，无论你叫咸蛋法又好鸭蛋法又好都可以的，为什么有方的标准咁奇怪，就系讨论法例嘅名咧？多谢。台上发问环节结束，而家轮到正方第一副辩发言，你有三分钟嘅发言时间，准备好请向镜头先。可以。丁，在座各位大家好，有方就话同。有方同学就说执行和修正很困难，因此不应该引入法例，我方当然知道执行不会容易，但是难道条条法例都好像跟限聚令一样，见到几个人就发几张告票那么简单？很多时法律要执行的时候，调查、控诉等环节都很多困难，是不是就不做呢？何况如果没有引入法例，你有证据亦无从告起，好像日本手机游戏碧岩幻想，玩家团结一起各自详细记录抽蛋过程和机率，以反映了厂商有诈骗之嫌，都要靠日本将转蛋引入景品表示法才告得起。但香港连法律都未有，执行法律执行困难根本就无从谈起。随着手机游戏大行其道，突然出了很多问题。2021年由腾讯出品的著名手机游戏《传说对决》就被指出玩家要货金到厂商的目标几率才会提升，他才有可能会抽到较好的宝物，但很快几率就会再降低。而且玩家要投入比上次更多的货金才有可能再提升抽到奖的几率，而消费者对此是完全不知情的。在后来厂商内部成员不知所为，在讨论区公开资料，民众才知道。由此可见，这些要靠抽奖才可能拎到好装备才可能赢的游戏透明度是极低的。但当引入转蛋法，就可以打破游戏厂商的黑箱作业，令消费者选择之前知情权得到充分满足。另一方面，由于法律并没有规定，所以这类手机游戏在约克圣约翰大学电脑科学系的曾经讲过，对游戏的抽蛋系统作出研究，法律发现抽蛋和赌博在脑部的化学作用是一样，换言之，容量太小的儿童都可以玩这类转蛋机制的游戏，是暴露于风险之中的。美国针对这个现象，曾有议员提出保护儿童远离掠夺性游戏法案，要保障儿童，香港也应该引入这种针对转蛋机制
游戏的法律，禁止太幼小，例如13岁以下的儿童玩。另一方面，有方遗留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现行香港法律底下，营运转蛋是否应该要合法，是否存在法律争议。根据赌博条例，任何经抽签而分发奖品的博彩游戏方法计划都受其监管，因此用抽蛋来博取游戏奖品的转蛋游戏是否要先向政府申请牌照呢？如果是，现在所有在香港运作的转蛋系统游戏的营运者和货币金的玩家全部都要处于在法律的灰色地带，有可能遇上法律风险甚至财产损失。但只要引入好像日本那种管制比特转蛋游戏的警品表示法，一方面监管游戏厂商，另一方面亦俾咗佢哋合法嘅地位，唔会再有任何法律上地位嘅潜在风险。请问有方咁样有咩唔好咧？多谢。正方第一副辩发言时间为2分52秒，无超时，无需扣分。如果辩完，有冇办法可以令到个 cam 影到自己个样啊？我咁样腾喉影唔到。系，咁如果之后有发言嘅话，可能都尽量令镜头影到啊。唔该晒。好，跟住落嚟系反方第一副辩，你有3分钟嘅发言时间，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可以。在位大家好，我方主辩问有方有冇切实可行嘅先例，有方就冇乜举啦。咁有方系咪逃避紧自己嘅论证责任啦？咁之后就再问有方三座大山点解决？咁而聽完有方3分鐘嘅發言咧，就唔難發現有方犯咗幾個問題。第一，你話想保障兒童，但係我哋會知道佢會引申到一個問題，就係若果嗰個條例太過嚴苛嘅話，那個遊戲商係可以退出市場嘅。咁到時兒童都冇得玩遊戲啦。咁保障啲咩兒童權利咧？咁第二啦，就多謝有方承認，就話原來咧有方都知道而家係有條例可以處理到噶。咁咧，而有方要盡好論證辯題嘅責任咧，就要問兩個問題。第一，有方假設係冇現有嘅法例對付，係咪事實？有方冇回應啦。咁但係我方主辯已經同大家講，轉蛋咧係受到《條例》同《商品説明條例》規管嘅，而海關同消委會咧亦都會審視噶。咁就例如《賭博條例》咁樣啦，警方就表示網上虛擬抽獎可能會構成博彩，因此亦受規管。咁所以現行唔係冇法例規管，而係問題只係執法有困難。有方點證明立法就可以解決到現時執法嘅困難咧？咁咧現有機制度咧有啲咩重大嘅不足要令有方再重新立例咧？請有方嘅義父咧正面回應。咁第二啦，有方假設立法係輕而易舉，又係唔係事實？好啦，再承接我方主辯。咁有方話喺香港立法就要跨過3座大山，先唔同你講其他兩座，就同你講搜證同舉證嘅大山。咁有方就同我講就話，難做咪等於唔做咧？咁梗係唔係啦？但問題而家係做唔到嘛，困難太重啦。我轉頭咧就會再同大家解釋源代碼嘅問題啦。咁面對住固定機率、轉動機率等等嘅複雜概念咧，要搜證舉證就要靠第三方檢驗。咁但係台灣經濟工業局指出，轉蛋機制目前咧係冇其他國家定立一個第三方驗證嘅規範。咁若然有方要驗證呢啲商品機率咧，根本就冇人幫你驗。咁到底可以揾咩途徑咧？咁更甚者，搜證咧係個面個過程咧太過繁複，甚至係涉及廠商營業秘密，驗證時間仲長過遊戲壽命等等嘅困難。咁有方有咩信心同方法可以確保立法之後嘅搜證係輕易解決嘅咧？咁總結以上啦，推行轉蛋法困難重重，或者有方原意係好，但係大山始終都係闖不過。即使有方堅持要立法，但係亂揮刀劍都只係無結果。因此今日我方認為咧，辯題不成立。咁最後想問下有方，既然搜證、舉證同控告冇一樣嘢係做到嘅，咁有方立此法嘅意義同價值究竟係為乜咧？多謝各位。反方第一副辩发言时间为2分22秒，无超时，无需扣分。跟住系正方第二副辩，有3分钟嘅发言时间，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喺度，系咪要褪喉少少？系会比较好，唔该。咁样 OK 啊？因为褪喉嘅话就有啲困难，收音嗰度有啲困难系。哦，系咁样 OK 嘅。好，试麦，请问听唔听到？系主席听得清楚，准备好可以试。可以啦。叮，在座各位大家好，头先咧我就听到反方一副就话啦，佢可以修改一啲旧嘅法例加入转蛋法，咁其实同引入有冇啲咩分别咧？咁你哋系咪真系赞成我方今日所讲嘅嘢咧？
到而家其實你哋都並唔相信轉蛋法係可以修補到法律嘅灰色地帶，避免日後帶嚟法律爭議嘅功用。但呢個並唔係我方危言聳聽，同類嘅法律爭議喺近幾年香港其實唔係少見㗎，只係有方睇唔到啫。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一番賞呢？在日本这类型的活动成行成市，在香港的潮流商场也都存在了很久。换法就是你在玩具店外面可以见到你抽奖可能抽到什么奖品，然后给钱店主进行抽奖，以你抽到的英文字母就给属于那一级的奖品给你。其实以上的换法和抽蛋又有什么分别呢？只不过一番商是在实体世界发生，而抽蛋就是在手机游戏发生的嘛，做的本质根本一样。但是在2017年，政府突然以一番賞遊戲經營非法獎券活動，將玩具店拉人封鋪。咁請問友方同學，抽蛋同一番賞的本質一樣，一番賞可以存在到咁多年，然之後突然之間被取締的時候，點解做緊同樣行為的抽蛋遊戲，友方就可以咁肯定完全冇法律的風險呢？到而家冇事，可能只是冇人舉報，政府又不想查。如果他日有人投訴，而抽蛋遊戲又因此突然之間被政府停止營運的時候，友方怎樣保障課咗金在遊戲入面的市民呢？會出現這些問題，都是因為政府的法例太過落後，陳舊的法律觀點會將所有有機率性質的遊戲都當成是賭博，於是凡是靠運氣的遊戲都暴露於法律風險底下。好像2018年就發生過掉彩虹案，这个游戏大家未玩过都应该见过的啦，即是向条彩虹掉个代币，如果代币留在彩虹的任何一格又没压到黑线的话就会有奖。但是香港01在书展入面透过玩这个游戏来做宣传，就是因为有人投诉，警方到场拘捕有关人士，控告非法经营赌场罪，打了一年的官司了，到最后是因为法官生这个游戏是靠技术而不是靠运气，他们才不用由搞网媒变成搞赌场。但原来一个大家由细玩到大的游戏，因为法律的落后加上有人投诉，都可以身陷法网。那我想请问，为什么不可以利用转蛋法将手机及主机的转蛋游戏给予为呢，从而令到香港的法律更加现代化，更加追得上时代的开端呢？也都可以引入这个转蛋法。那其实对友方同学你都讲了可以在旧的法律引入下去，那这个跟我们方的观点其实差不多的，即是证明你是赞成我们的啦。那我想问一下友方同学，你就这样引入的话，是不是可以即是规管到那些人去真的去抽奖，没去非法去抽奖呢？那因此今天的辩题你应该成立咯，多谢。正方第二副辩发言时间为3分06秒，无超时，无需扣分。接着是反方第二副辩，你有3分钟的发言时间，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可以。叮。今天友方的逻辑其实很浅白的，就是转蛋有问题所以需要规管，那就立法了。但是过程当中那很长的推论过程去了哪里呢？友方没有讲过，其实现实世界中很多事情都会有它的弊处，我们都明白执法难不代表不做，但是当今天是执行不到，咁有方你系咪仲要固执一定要立法呢？有弊处唔代表可以规管得到，亦都唔代表只能够立法规管。但系问题系有方今日连方案上面都有问题。有方嘅方案有3个问题，第一喺登佢哋提出要所有嘅游戏商登记，咁但系问题系呢个讲法系偷换概念噶。其实有方你哋自己都识讲。今时今日其实转蛋都应该要受赌博条例规管，你甚至自己提出了一番赏的例子证明其实这类的活动是很有可能会被拘捕的。但是问题是有方你说现时存在很多的灰色地带，官员没办法直接讲清楚需不需要就情况而定，那这个究竟是执法问题还是立法问题先？如果是执法问题，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完善它呢？再者当我们今天现行的法例已经可以搞得定的时候，为什么不直接用现在的法例呢？第二，有方的方案里面第二条条例是未成年人不准玩，但是问题是有方轻视成本了。未成年不准玩是指什么呢？只要有转蛋就不准玩。但是今时今日你上下 Google Store， 你看看 Apple Store 里面80%的游戏，甚至90%，甚至个个游戏其实都会转蛋，那是不是真的未成年根本不可以玩游戏，未成年根本没有权力去玩游戏呢？有方同学，我们再者这个
呢一步要怎樣執行呢？莫非要好像內地那樣需要實名認證？你每次玩遊戲之前要望鏡頭，哦，確定這個是我的身份證，然後才可以繼續玩，這些執行的成本有方又沒有提及過呢？第三是公佈機率，有方同學你們不要再掩耳盜鈴了，我方多次問質問你們怎樣去確保遊戲商可以公佈到一個正確的機率，怎樣去查證這些機率，有方一次都沒有說過。當我們連執行的方案都沒有的時候，怎樣立法呢？我們看到今天我們需要查證一個遊戲轉蛋的機率，需要找到源代碼。源代碼是什麼？是用來開發一個遊戲，用來編寫遊戲的程式。但是問題是，九成的遊戲商都是來自外國的時候，香港要怎樣跨境執法取到這些外國遊戲商的源代碼，要他們自己公布自己的商業機密給你查證呢？你種種困難，有方有沒有應對，有方沒有應對，有方提出了三座大山，有方從頭到尾都沒有理過，好像以為自己曉飛一樣，只要有問題就直接可以立法，立法了就直接可以規管得到，直接有效。但是問題是，當立法完之後遇到路上種種困難令到他沒辦法有效的時候，為什麼我們不應該考慮其他的方案呢？有什麼方案？我方提出過可以去消委會，可以用現行法例，有賭博法，有新聞市民條例，這些有方有沒有討論過呢？最後想請有方證明為什麼立法是一定必要的呢？多謝各位。反方第二副辯發言時間為3分06秒，無超時，無需扣分。现在进入台下发问环节，双方各有两轮的发问，发问时间、准备时间以及回答时间各1分钟，限时到达前15秒会有1丁的提示，够钟就会有2丁的提示。现在先请正方派出一位台下辩员发问，请你必须开启镜头。听得到？主席听得清楚，你有1分钟的发问时间，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是，如果准备好的话，可以向镜头示意。叮。大家好，从我方多位辩论都可以反映到，政府部门对于现时的转蛋游戏的法律地址是不置可否的。然而例如商品说明条例等法规都不包括这类游戏在内，请问有方同学，当我方已经重申一次放任问题存在只会带来未来的法律争议，有方选择当看不到一个责任的做法呢？请有方正面回答。现在进入1分钟的准备时间。准备时间结束，现在请反方自由派出一位辩员回答，你的发言时间是1分钟，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试麦试麦，请问听得清楚？主席听得清楚？可以。叮。在座各位大家好，有方今天就说我们香港其实没有现行法例去执行，但其实有方义父自己都知道，举出一番相、举出掉彩虹等等的案例，其实都知道其实香港现行是有法例执行到，而且有方说商品说明条例执行不到，但我们看到原来前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在立法会问答上面已经讲过，其实商品说明条例是的确监管到的，更加上消费者委员会和警方的说法都表示其实
香港就有另外一條就係賭博條例第148章，其實同樣可以規管到。所以問翻友方啦，其實友方都知道現行香港有法例監管到嘅時候，點解我哋仲有咁嘅必要性去執行去立法一條設立一條新嘅法例咧？多謝各位。跟住轮到反方派出一位台下辩员发问，请你必须开启镜头。系，你有一分钟。小米，请问听唔清楚？系，主席听得清楚。咁你有一分钟嘅发问时间，如果准备好嘅话，请向镜头示意。可以。丁。今日有方就话要立法啦，但系我方主辩同一副都问过你，有方有冇谂过呢个转蛋法嘅执行细节咧？其实今日如果要跨国执法，跟外国游戏商追究责任，咁唯一嘅方法就系联络其他国家啦。然而世界上咁多唔同游戏，咁多唔同嘅游戏商，先唔讲其他国家会唔会配合我哋调查先啦。就算佢哋会，我哋又系唔系要逐个游戏检查，逐个向唔同国家联络咧？浪费大量资源去执行一条根本冇可能举证嘅法例咧？但系有方认为立一条法例，只要目的正确，就唔需要理会呢个立法成本。不需要理会执行细节，不需要理会这个现行法例呢？多谢各位。现在进入一分钟的准备时间。准备时间结束，现在请正方自由派出一位辩员回答，你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准备好请向计时员示意。可以。丁。有方刚才 就不断说，其实立一条法例就要环游世界各地这样调查，所花的资本会很多，会损失很多，但其实问题是如果你今天不立法，那我们迟早出现这个问题，就是转蛋法 会出现很多受骗者，同时也都创伤，同时都令到很多厂商受骗的时候会损失的不是更多吗？那与其你花费这些资金去立一条法例，总好过你在以后不断去损失金钱去弥补这些受害者啊。多谢。现在请正方派出第二条台下发问。试麦试麦，请问听不听清楚？主席听得清楚，你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准备好。等阵，佢系咪反方嘅？唔好意思。Sorry， 搞错咗。系非常之唔好意思。咁有请正方嘅台下发问，开启镜头。不好意思，请问正方的台下发问同学在不在？不在这里。是。请你开启镜头先。在这里。好，你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可以。叮。大家好，从我方的副辩举出腾讯的出品的传说对决这个例子，可以看到他们当没有法例要求厂商公开他们的抽中率的时候，以及在什么情况下改变这些机率的时候，市民根本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受到骗。因此想请问有方同学，法例为什么没有责任保障消费者？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连保障他们有研究到自己有没有受骗的可能，有方都认为是不应该有的呢？请有方正面回答。
而家进入一分钟的准备时间。准备时间结束，现在请反方自由派出一位辩员回答。是。是。你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可以。叮。有方同学，其实我们我方今天从头到尾都没有讲过我们不保障儿童的权益或者其他任何人的权益。其实在这一方面我们都很认同要保护他们的权益。但问题是有方同学今天跟我们讲话，其实你怎么保护他们的权益，只要拿一条转弹法就能够保护他们的权益。但事实是不是这样呢？其实立法并不能够做到这些的。因为其实怎样立，因为我们除了我们都要保障，但怎样去保障才是一个重点。而我们是不是立了法就一定会必然能够保障到他们的权益呢？是不是一定就能够解决到所有的问题呢？而有方同学今天全程都没有正面回应过我方提出的三座大山，包括定义、搜证和跨境执法的大山。而有方都解决不到这些问题，这样立法又怎样能够保障呢？多谢大家。跟着轮到反方派出第二条台下发问。试麦，请问听唔听清楚？系，听得清楚。你有一分钟嘅发言时间，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可以。叮。在座位大家好，其实有方啱啱系冇否认到跨境执法的确唔可行，净系以消费者权益去混淆视听，但系执行唔到又点会保障到佢哋权益咧？讲完跨境执法啦，我哋翻翻嚟讲查证。有方似乎到而家都未明白实际系点样查证纪律嘅，就系纸上谈兵。我方多次强调，香港高达99%嘅游戏系嚟自外国，喺香港属于代理营运。先唔讲有冇第三方肯做到，要讲强制要求原厂嫁接第三方嘅验证机制，即系等同于强制游戏商将游戏程式甚至系商业机密透露给第三方机构。我就见不到任何游戏商愿意这样做，只是见到实行了立法规管的比利时的转弹游戏下了架。游戏商为了规避这个转弹法，就会终止代理，一是由境外直接跨境营运，香港完全无权利措施去监管它，一是就退出，直接退出香港市场，玩家连最基本的玩的权利都没有。有方希望见到哪个局面呢？多谢各位。现在进入一分钟的准备时间。准备时间结束，现在请正方自由派出一位台上辩员。是。是。我真的要吞口一点，是不是？是，麻烦你。好，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可以了。叮。有方同学一直这样说论证跨国咁样去执法，咁我又想问啦，你引用转弹法
现在这条辩题是讲的你香港是不是引入转转法的利和弊嘛，而不是在跨国在说 你跨到不同的国家，是香港是有很多的游戏是外国去可能制造跟着给、我们玩，但是这个不是今天那个问题嘛，今天问题是你应否引入那个转转法，你现在外国公司制造又好，现在或者是代理都好，那难道你不保障那些人，你就算你是、全球这么多个国家去做那个游戏你都没用的啦，你没得这条法律去保障那些人，那你不保障，那你哪个游戏去玩，这小朋友去玩你都得不到保障，所以其实是应该引入转转法的。多谢。台下发问环节结束，现在进入结辩环节，双方结辩有一分钟的时间准备，现在开始。准备时间结束，现在先请反方结辩发言，你有四分钟的发言时间，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试麦试麦，请问听得清楚？听得清楚。可以。叮。当现行已经有法律和机制处理，到底立一条全新的法例必要性何在呢？而当一条新法原来设立之后根本执行不到，到底我们大费周章立法的意义又何在，代价又是不是真的值得呢？主席、评判在座各位大家好，之所以这么强调这两条问题呢，是因为要订立新法绝对是一件儿戏的事，必须要有良好的立法基础和实际执行性先做到。然而我方问足全场有方都不答，逃避的不只是我方问题，更是有方的论证责任。而今天双方最大的分歧咧，就是有方觉得法律太落后，应该更新。但问题就系有方一副二副都举出话一番赏同埋掉彩虹等等嘅案例，都证实到其实现行香港唔系冇法例去执行，系执唔到法啫嘛。咁既然系咁嘅时候，点解有方就觉得用立一条新法就解决到我哋而家执法执行困难嘅问题呢？再仔細啲睇咧，更發現有方其實有兩筆問題嘅。第一筆解釋，今日咧有方我方問足你全場，究竟立完法之後點樣克服困難，點樣執法？可惜有方從來都唔解釋嘅。咁若然有方唔解釋點樣執法，咁今日立法意義係乜嘢咧？我哋都唔知道。第二咧不明白咧，今日咧其實律政司法律草擬科咧就已經提出第一步要制定一條法律，就是、要睇可唔可以執行到一條法例嘛。咁有方不停咧就同你講話，我哋唔保障啲權益，但問題係若然你條法例根本都執行唔到。你控告不到查证不到他的时候，怎样保障到你所谓的不同、持份者的权益呢？不过既然被坐都来到最后，今天又讲紧游戏，不如就跟友方就引入转弹法幻想另类的过三关。首先第一关跨境查证，其实我方主辩和二副甚至刚刚的台下都已经强调过，鉴于香港这么独特的游戏环境，要查完代码就要去找外国的游戏发行商，这点友方台下都承认的。但问题就来了，用一条香港的法例去规管外国公司这样跨境执法，到底怎样做到呢？甚至友方说参考日本的警品表示法，同埋你说连日本都面对着相同情况的时候，到底友方要怎样克服困难呢？友方始终都没有回答过的。定是友方就好像想比利时那样，令到游戏全数下架，令到香港的玩家没得玩游戏，才原来是你们立法的最终目的呢？所以问极友方全场怎样查证和执行，结果换来只是友方的不听和不闻，所以跨境查证这一点过不到。第二关搜证查证，友方呢
同樣地，我方主辯同一副都問，在現行根本就沒有其他國家就住轉彈，有第三方查證規範，若然要做到公平又公正，查證機率到底有邊個查呢？全場又不會答，當搜證都做不到，更何談檢控呢？甚至原來調查時間還可能長過個遊戲壽命，遊戲商又不願意交出機密文件等等問題，有方一樣全場都沒有解答過，不清不楚到底怎樣信任有方去立法呢？所以搜證舉證這一關有方繼續過不到。来到最后一关，也就是定义的一关，由主辩有方就提出转弹有千百种方式，亦均例如固定机率和转动机率，听不明白很正常，因为实在太过复杂，但亦因为这么复杂，有方又怎样定义它的准确机率是欺骗玩家呢？同样都是一百抽，我中五只，你中二十只，这样是否准确，是否公平呢？定是说穿了只是玩家贪心，所以才这么不忿呢？所以连最后定义这一关有方都过不到。有方今天想为玩家好，其实从小学就开始玩神魔之塔和怪物弹珠，经历过无数次抽中四星的我，又何尝不是没试过这样想呢？但有方都需要知道，立法背后不只兼顾义和共识等等的社会成本，更加要考虑可不可以实行，会不会引致进一步的后果。为什么呢？好像欧洲15国一起跟游戏商和平台磋商，又或者好像香港政府这样找海关和消委会求助就不行呢？我们又是不是真的同尽所有的方案，要走到立法的最后一步呢？所以来到最后送十只字给有方，原意当然是好，可做不到。今天阻挡有方的不是我方，而是立法要面对的三座大山，有方到最后都只可以站在大山面前，如果最后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到底何在呢？恳请有方把握结辩最后机会，好论证。多谢各位。反方结辩发言时间为3分59秒，无超时，无需扣分。最后由正方结辩总结，你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准备好请示意。可以。丁。大家好，有方就说了执行起来是很困难，那难道困难就不去执行吗？全场有方就十分之注重举例子了，但我方呢其实都会在主辩方面已经有很多的法律例子，在传统的经济概念里面主要分为农业、工业、服务业了，但到了今时今日这么简单的分法已经不再足够了。近几十年不同的文化产业纷纷兴起，我们的上一代就是生于电影兴盛的时代，当然了，电影对政府来说都有难管理的地方，一方面如果管得太紧就会扼杀创意，但如果管得太松，内容就会有很多问题，既对年轻人来说未必是好事，电影行业负上污名亦会影响他们的发展，从而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收入、技术发展、软实力等等。去到我们这一代了，就轮到游戏业的变革，同样地我们都要面对同样的问题，如果完全放任，自然就会有人为了赚取更多的收入，利用自由带来的空间欺骗和骗取市民的利益，但如果用完全拒绝游戏产业的态度，又未免矫枉过正，阻碍文化产业的发展，因此我方今天引入转弹的意见建议就是平衡不同情况下的最佳方案。首先在游戏厂商的转弹机率等资讯化透明，令消费者的知情权得到保障，不会受到游戏厂商的隐瞒甚至欺骗。当他们今个星期跟你们说你们货了金就会有比平时高几多倍的机会抽到某个角色了，但其实零的两倍、100倍答案都还是零的，你不知道你原本的机率是几多，根本就没有足够的资讯去判断宣传的真确性去到哪里。转弹法带来的透明度不再是市民的娱乐之余，还保障他们有充足的资讯去进行判断，这个不是政府一直以来保障消费者权益的方向吗？不是消委会为什么日日都要测试不同的商品再公开资讯给大家？转弹法只是基于现行消费者权益的精神，再利用法律吸引针对性，应然性方面并没有不成立之理的。而且我方不断重申的，我们不是要等，应该等到有法律争议的时候才来亡羊补牢，而是在问题未表现化之前未雨绸缪。从我方举出的多个例子来看，已经证明现在出现的法律争议不代表以后不会出现。而从外国的例子可见，他们引入转弹法的方式未必是要立到一条法律连名称都要称为转弹法，他们好像可以好像日本那将警品标示法入面包含和适用针对转弹游戏的条例，可以好像美国建议的加入保护儿童疏远离断裂性游戏法案，方法可以有很多，
但最重要的是令转单游戏得到法律的监管，并给予他们合法的地位，而不是好像今天这样表面上处于灰色地带，令他们好像不受监管，但下一秒政府当他们开紧赌然后被禁，消费者给很多钱辛苦抽回来，甚至可以当财产金卖，充满游戏保密的账户突然就变成非法财产。一个法治的社会里面，法律是应该有预测性的，即是我今天做一件事啦，应该是大致知道自己是不是合法，而不应该容忍灰色地带的存在。这个情况下引入转单法是必要的一环，因此辩题理应成立。多谢。正方结辩发言时间为3分31秒，无超时无需扣分。比赛过一段落，现在先有少少时间给评判整理分数。第一题评判，最佳辩论员是需要额外评分，每位评判请先选出三位表现较佳的辩员，再分别给予分数。最佳是得30分，次佳一位得20分，余下一位得10分。不好意思，主席，我想问一下咧，台下有冇规定话要两位同学去问问题，定系话一位同学可以问晒两条？系可以问晒嘅。哦，好，唔该你。咁见到分数都整理得七七八八啦，而家首先请评判就双方嘅表现俾一啲评语。首先，先请天主教觉得圣中学中文辩论队教练文翠彤小姐。大家好啦，咁我简单讲少少啦。咁我自己觉得咧，城墙咧即系两大嘅交锋位啦。咁第一系需要城啦，咁第二可行性啦。咁我觉得需要城上咧，其实双方都冇乜点喺呢个战场度做即系反驳嘅。即系当正方就话唔系，要保护呢一啲顾客。咁反方认咗啦，但佢就话而家嘅法例已经足夠啦。其實我覺得正方在這個位置的立場呢其實不是很清晰，即你們究竟覺得賭博條例啦、商品說明條例啦現在夠不夠呢？如果夠的話，那現在是 work 不 work 呢？那這兩件事我是期望正方是可以作出一個回應的。那還有在反方上，在需要性上呢，我覺得自己你們的即是說需要性上和可行性上是有一點不和諧的地方的。咁因為你講可能性嘅時候，其實你係講到一個跨境執法嘅問題嘛，又或者你講到話其實你嗰個定義上可能係即係都有問題，因為你唔知道點樣叫公佈機率係唔合理嘛。咁我自己覺得咧，就係你既講話而家法例其實又處理到啦，但係又話咧其實可能性上執行唔到，咁我就好想知道究竟你自己對於而家法例嗰個取態係點？究竟係個法例條文 OK cover 到，但係執法唔到？定是其實 even 是現在那個法例它條文上都是解決不到這些跨境執法問題呢？那這個我是期望反方可以解釋多一點的。那反方在可行性 上面呢其實是大講啦，那就舉了三腳大三啦。我自己覺得呢正方的立場呢是有一點噴得太犀利，就是你是直頭是認了說是的可行性做不到的，但是呢難就不等於不做的。我自己聽到正方的取態是這樣，就很快被反方過了這個可行性的問題。但我覺得自己正方其實有幾個位置可以想的。那第一就是外國都有轉單法的嘛，那外國那些怎麼做呢？外國不會沒有這個跨境執法的問題的，那是不是其實他然後就即全部都是問題很大解決不到呢？那如果是的，他的法例那有沒有修正過，或者是有沒有人 propose 過什麼方案去解決呢？那例如他雖然反方有說日本有個方案，就是說日本是有跨境執法的問題解決不到嘛，那但是轉單法是中國有啦、美國有啦、英國有啦、台灣都討論緊啦，咁係咪咁多個國家其他全部呢個轉單法都係跨境執法唔到呢？咁呢個我想知嘅。咁另外呢就係一啲現行法例其實
就是剛剛所說的問題，就是現在香港如果反方是說轉單法 cover 了的時候，那這個的跨境執法是怎樣解決先？然後最後第三件事，我覺得政方可以想的呢，就是我見到你們的方案是說這些的遊戲商是要向政府登記的嘛，那會不會其實這個登記的位置可以讓你們防一防那個跨境執法的問題呢？即當如果這個的、遊戲商在香港登記完之後，政府呢可能是作抽查也好，或者因為消委會其實他都會有抽查的嘛，都抽查到的嘛，有 report 的嘛，那會不會其實抽查完之後政府是可以去吊銷他這個登記啊，又或者是作出到一些的懲罰去令到個遊戲商是一定要遵守這條法例呢？那這個我是會覺得政方可以想一想，會不會其實你們方案有些位置都可以回應到這個可行性的問題呢？所以我覺得、政方在回應上是不足啦，反方呢都是有少少不和諧奇怪的地方的。而執行上呢都是講、幾點的，政方呢第一就是我覺得一副上求同存異是沒有做到，因為反方其實不斷轉變就是認同你的原意嘛，認同要保障消費者嘛，只不過他覺得可能性做不到嘛。我自己覺得呢政方在這裡是沒有歸納到這個即係呢一 part 需要性，其實人哋認同咗嘅位啦。咁而、我自己覺得台上台下咧，想即係我自己要 remind 少少嘅。我聽到台上嘅時候咧，其實對面咧個問題係問你跨境執法，但係你走咗人去答就係呢一個轉蛋法引入嘅定義，我自己覺得有少少唔對嘴嘅。咁然之後去到台下啦，就係啱啱所講。台下咧，正方係直頭係承認咗話唔可行，但你嘅答法係話誒應然性辯題，唔去討論可唔可行性嘅問題。我自己覺得呢個位誒、我聽落係有少少隱意咯，所以我覺得正方喺處理上都要誒、留意翻啲細節位。咁而反方咧，我自己覺得最大嘅問題咧就係、你哋嘅主線咧，因為開可行性，你哋大講可行性，然之後講三座大山，咁我自己覺得咧，即係太 loop 啦。我由主辯開始聽咧，聽到佢結辯都係講緊三座大山咧，我就覺得真係冇乜推進咯。喺主線上我都俾唔到高分你咯。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可能主線設計上會唔會可以諗多少少角度咧？即係例如需要性嗰方面，其實你哋唔係喺落 point 講噶嘛，你哋落 point 就係講可能性，會唔會其實需要性都可以落 point 講埋咧？又或者喺反駁上，其實會唔會可以喺根本上可以諗下轉冷法嘅定義啊？咁呢啲嘢其實我自己覺得反方可以諗多少少咯。係啦，我自己嘅評語去到咁多，唔該。多謝評判的評語。接著下來有請基督教聖約教會堅諾中學辯論隊老師彭偉興老師。大家好，講少少而已，其實因為都沒什麼特別啊。最主要就是呢，其實正方今天去講的論點裡面很集中都是講緊立法的需要性啦，咁去保障嗰啲消費者權益啊等等嗰啲嘢啦，保障兒童嗰啲啦。咁但係咧，其實反方咧喺呢個位置上面冇好大嘅質疑嘅。佢調翻轉咧就講，其實係一個可行性嘅問題。咁但係我哋其實真係要期望嘅係正方嘅同學能夠回應得到佢嗰啲可行性嘅問題。咁我明白到咧，作為一個中學生，你要回應一啲法律上面執行上面嘅問題咧，其實比較困難。但係你可以嘗試一下咁去做，例如其實頭先評判都有提到，反方其實個立場係有啲嘅即係佢講嘅意思係指唔和諧啦，我直情覺得係矛盾啦。個矛盾嘅點就係、即係佢一方面覺得其實現有嘅法例係處理得到嘅 ，OK， 咁但係當然佢後面佢有個演變啦，佢一方即係前段佢就話處理得到，後段就話有漏洞嘅都仍然係咁樣，咁其實處理到定處理唔到咧？呢個第一個矛盾啦。第二個矛盾就係、如果佢認為現有嘅法例即係商品說明條例同埋賭博條例已經處理得到嘅話，咁佢講嗰啲三座大山其實係咪唔存在咗喺呢啲嘅地方度咧？咁如果都係一樣存在喺啲地方，仍然都有立呢啲法例嘅話，咁其實係唔係每一條法例都唔應該有任何嘅執行漏洞咧？咁如果唔係每一條法例都即係每一條法例都唔應該有即係零漏洞先至可以立嘅話，咁事實上可能而家我哋冇乜法例嘅其實。咁所以呢啲位置其實係正方可以去做好多嘅攻擊，同埋做好多嘅一啲即係你冇預備到都好，你冇一個好具體嘅答案可以回應得到啲執行嘅問題嘅時候，你都可以去做得到嘅地方啦，係啦。咁再另一邊，相你再去諗嘅時候就係、
轉彈法正如即係正反雙方咁講啦，其實即係都唔係淨係得香港去傾噶嘛，台灣有啦，日本有啦咁樣。咁其實佢哋可能有好多唔同嘅，即係當然啦，你可以拗話唔同名啊，點點點啊咁樣。咁但係孤物論點都好咧，其實當日本如果佢話啊，佢即係當特別係反方有提到日本都面對住同一個跨境執法嘅問題嘅時候，但係佢哋都有立法啦，最後即係佢哋仍然都係有呢條法例喺度嘅。咁即係反映咗啲乜嘢呢？反映咗就係、是、即係作為正方，你真係可以好多嘅路径去回应到对手呢一个執法困难嘅问题㗎。咁所以其实呢个呢反而係我觉得成场正方如果你能够可以处理得到呢个对方最大个三座大山嘅質疑的话呢，其实係会好多囉，会。係啦。咁至於咧，即係佢講到第三方嗰個驗證嗰度咧，其實我認為反方其實喺理解資料上面未必完全正確嘅。咁因為冇可能第三方驗證係冇呢啲機構嘅，即係我唔覺得係咁，因為其實事實上，即係我哋唔好講話抽即係扭蛋啦。咁事實上嗰啲日本嗰啲彈珠機咧，即係嗰啲係啦，嗰啲嘢咧係啦。咁其實都係一樣嘅啫嘛。咁其實都係會計算到一啲機率出嚟，咁唔會話完全冇機構去負責呢啲嘢咯。咁問題只係成本啦。咁所以我諗即係呢啲位置，如果正方有 prepare 到、有預備到嘅話咧，咁你會知道反方其實喺立論上面唔係話完全冇漏洞咯。系啦，咁至于反方今日去做嘅时候，当然佢就乜都打晒啦，其实系啦，乜都打晒啦。咁乜都打晒过程里面，你就要好小心留意你哋呢啲矛盾啦，因为其实的确系矛盾嚟嘅呢啲。咁呢啲矛盾如果对方能够捉得到嘅时候，你会点样拆解咧？咁呢个就系你要去面对嘅东西。咁好彩嘅就系今日正方就冇乜点样质疑你呢啲矛盾咯。系啦，如果唔系的话，其实反方可能会喺前场你可能会攞到一啲分数嘅，但后场开始你如果有不断爆矛，即系不断爆咗啲矛盾啦，再加埋你即系正如头先评判咁讲，你嚟嚟去都系讲紧执行困难上面冇乜好特别嘅，即系其他位置嘅推进嘅话咧，咁你就会输后场咯，就系咁啦。多谢评判嘅评语，最后又请保禄六世书院中文辩论队负责老师侯耀雄老师。好，咁大家好。咁都系俾翻少少评语啦，因为我觉得今日条辩题本身，我觉得系喺双方处理之下咧，我觉得都好明确地有大家嘅立场。咁我尝试好简单，尝试俾翻啲意见正反双方同学啦。咁首先俾正方同学咧，我要即系我从正面啲嘅欣赏佢哋咧，就好坚守自己嘅主线。咁好清楚佢哋本身有好多资料啦。去解說翻個現況係咩嘅會係咁，其實喺我嘅角度好清楚。而你問我自己立場上面喺正方嘅立論咧，係從應然嘅角度出發咧，相比反方純粹係一個可行嘅角度出發咧，係感覺上係有個高地嘅會係。咁所以我覺得正方同我欣賞你哋係用翻好多唔同嘅例子啦，亦都好清楚解說翻個情況咧，係呢個點樣去立法嘅需要性會係，因為其實你所講樣嘢咧，其實反方我自己覺得佢未完全可以掌握得好清楚，因為你哋都有提及過就係賭博條例啦，亦都有講過雙方上條啦。你而家講嘅就係在於現況係好唔清楚嘅，其實尤其是講咗二副一啲例子，講呢一個嘅係掟彩虹啦，或者係個一翻上例子就係話唔知道某年某月某日就可能將來會被人哋執法漏題。咁其實我明嘅會係。咁但問題就係在於，好似頭先兩位評判所講啦，其實可能今日咧，我鼓勵嘅正方同學就係在於係你哋其實 get 到反方針對你哋嘅執行上問咗好多個問題，但係你哋需要嘅係點樣去捉到個問題，點樣嘗試去做一啲嘅回應。最簡單就係問人哋，好似頭先所講兩位評判所講啦，人哋都話現行法例有一啲做到嘅話，當然你哋覺得現行係冇，咁但係都可以話。如果用任何同學立場話現行應有嘅話，咁點解而家我哋做唔到嘢呢 ？OK， 第二又就問下佢哋所講嘅問題，你自己有冇一個嘅機會係到自己面對相同嘅問題咧？譬如有同學，你有冇自己面對跨境執法嘅問題咧？會係咁，其實你簡單啲問翻佢，其實一個更加有效嘅回應咯。咁好過可能而家嘅情況就係可能好退縮啦。我哋係嘅，我哋明白執法難，但難等於唔做嘅。咁但係我哋要有個需要性。我覺得咁樣明顯咧係太過叫退守啦，會係咁。我覺得呢個比較正方同學嘅意見啦，會係
咁反方同學嘅話咧，我覺得頭先所講即係蘋果講嘅嗰個立場上嘅一啲嘅奇怪的地方啦，會係咁我明白嘅。打反方好多時候，我哋都想問好多問題，令到正方陷入一個要解話嘅角度。咁所以我覺得嘅係地方就在於可能反方同學調翻轉就係、是、啊喺立論上邊，你哋本身其實你哋係想淨係打立法嘅話咧。個執行上面咧，咁我覺得嗰啲嘅提問話一啲嘅係現行嘅情況做到咧，其實諗清楚你哋解説上面係咪可以分得清楚兩個向度係唔同嘅。譬如舉例說，如果你反方話你想回應翻正方話啊，你話方話而家立場係灰色地帶喎，但係如果政府話係有法可依嘅喎，咁灰色地帶喺邊度咧？咁你可以要求正方再解釋多少少，然後你嘅立場純粹就係話。轉蛋法的性質是因為有些技術上要操縱上可能機率那些或者是那些的地方可能有些地方是可能你做不到的那其實你們可以講清楚一些又或者你們可能甚至你們講清楚就是現況是我們商品說明條例是有規管但只是規管本地的公司我們都是做不到規管執法的但起碼我們做得本地公司可能你們大方地承認你們都有一些地方但是可能你又做不到我又做不到没问题但是现况针对本地的游戏开发商我们商品说明条例已经做到了。那就可以厘清你们反方主辩立论上一些可能不清楚看似矛盾的地方我觉得是可以讲清楚一些会是。那反同我的赞的地方就是他们今天很尝试跳入去正方做回应的其实是。因为我觉得其实当然我刚才所讲是这些地方未记得完全准确话正方那个话现行法律的灰色地带不清楚未很完全记得到的会是。但起碼我覺得反方同學，譬如反方的二副同學，嘗試去跳入正方嗰個方案入邊去做一啲嘅細微上挑剔佢方案上邊啦。對於未成年嘅人士，可能到最後連遊戲都冇得玩，其實你唔好話玩唔玩啦。其實我呢啲位咧係想跳入去反方，跳入正方嘅方案入邊講弊處。其實我覺得係都有一個，我讚賞反方同學呢方面嘅地方嘅。當然你問我可唔可以再做多少少，就係去到。建同學我都欣賞你嗰個嘅內容上嘅講法啦，一啲譬如用啲唔同方法去嘗試演繹多次嘅主辯啦，譬如過三關啦，或者一啲嘅用嘅措辭上邊啦，其實我都明嘅，都欣賞用嘅措辭。你問我可唔可以再進一步就係比較翻，就係話啊，如果我真係當正方同學呢條法例係過啦，嗰、那個利弊上嘅比較上邊，其實我聽到你反方嘅有啲嘅隱含咗啲嘅弊處，就是、可能啲遊戲開發商可能會退可能唔嚟香港玩啦，唔嚟香港俾香港玩家玩啦，會係。是有些的地方是做了一些的弊處，那我覺得只不過演繹上再進一步就衡量回整個的利和弊，我覺得可能再清晰多一點點，那這些是簡單的建議給雙方同學，那就這麼多，謝謝。多謝這麼多的評判的評語，結果已經計算完畢，現在宣布賽果，首先是最佳辯論員獎項，今天的最佳辯論員是反方結辯大俊哲同學。至于今日的赛果，正方得票为零，反方得票为三。换言之，胜出比赛的是反方宝良谷八周年李少忠纪念中学。恭喜晒！